你是哪一个？这是在干嘛？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捡尸？你没事吧？我刚刚把这个尸体的手踩醒了。哇 ！I'm sorry 啊，小姐。没事了，我找到我自己的位置，位置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哈。啊，老师，你看一下音乐，不好意思。从现在开始，不准说真话。